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特别，只要你注意看呢、啊，你就知道。他讲说：“我来这世间呢、啊，我来这世间呢、啊，人世间，不是给你们带来啊这个安定啊快乐的，而是给你们要给你们带来了战争之火的。”这圣经里面好。当然不是像我现在讲的这样子，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来世间呢、啊，不是要给你们带来安乐，而是要给你们互相啊战斗的。啊，有这样子的一句话，有这样子一句，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也是很难讲，很难讲啊。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那么也有啊，也有在别的经典里面有。假如你杀了，好，你去杀了这个不信上帝的人，啊，算起来是有功的，啊，算起来是有功的，有功劳的诶。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一边来讲起来，一般神道的思想，它是比较我慢，我慢比较就是以我作为一个中心，其他的它都排斥掉，其他的只是排斥掉。所以一般神道的思想，它帮助这一边的人打那一边的人，他你们不要以为啊这样子的胜利啊是你们人本身所造的。而是啊，上帝在帮助你，让你打这一次的胜战。这不是把其他的人通通给砍了。所以，不管是圣经啊，或者《可兰经》里面，都有这样子的这些啊神道的思想在里面。所以，神道应该天呐、啊，是我慢很重的，我慢是比较重一点。那么在人道啊，什么缺点呢？啊，人道里面呢、啊，他这个我执是很重的，自我的执着很重。啊，天底下的人呢、啊，都是喜欢人家赞扬他、赞美他、赞美这个人。啊，不喜欢呢、啊，啊，他要听别人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执吗？我执很重的，我认为这样子，没有人可以跟我改变的，不可能改变的。任何人来讲都改变不了，这个就是我执，以我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我执。所以要修行成佛啊，必须要弃我执，要离开这个我执，才能够。所以一般来讲起来，这个佛教它讲这个无我的思想，无我哈，先开始要有无我的思想，有了无我的思想，你才能够布施。真正的布施的精神呢，是无我，才能够守戒。你不自私自利呀、啊，你才能够守得住戒的。你自私自利的人呢、啊，没办法守得住戒的。那么无我是布施的原来的一个精神。那么人都是我执比较重的，啊，我每一次啊，这个弟子来问事情呢、啊，他们都会讲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一想啊，这可能是真的很重要，但是。这个究竟给他这个好像是说真正的谜题解开啊，他这个重要是他很重要，在我来讲是不重要，在师尊来讲本身不重要。我以为是关系到整个啊宗派啦、弘法啦，或者是活菩萨的精神呐，或怎么样子啦，但事实上都是。这里面当然都含着私我的精神在里面，属于私人的、自我的。啊，每一次我都会问他重要吗？是很重要啊，
那么问说到底是怎么样子重要呢？因为我快要破产了，都是自己的，我以为是关系到生活中要完蛋了，或者是怎么样子啦，这个啊被人家扭曲啊或怎么样呢，关系到这个整个宗派的大事啊。那事实上都是以师跟我为出发点的。啊，有的人说哎呀实在是太重要了，要求师尊一定要帮忙，我说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我儿子啊不读书，他的儿子不读书是非常重要的，在他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整个国家来讲当然是不重要的在整个国家的立场来讲当然是不重要，在佛陀弘扬佛法来讲起来当然是不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怎么重要呢？为什么我家的鸡啊都是一直拼命死掉了，拼命死啊，那丢给这那边是那丢给当然在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关系他的这个生计的问题经济问题，但是在整个佛陀的弘扬佛法的这个大计上来讲是不重要的啊。这个就是人啊本身呢、啊、我执是很重的。那么阿修罗啊是嗔念很重的啊，贪嗔痴啊这个嗔念很重的，彼此之间互相的斗争很严重的。那么地狱道跟恶鬼道是贪念很重的，这个堕入地狱之中啊或者是这个恶鬼道之中啊，大部分都是贪念很重的啊，他们的切点呢就是在贪。那么畜生道啊就是知很重的，贪嗔知的知很重的，所以也很难叫这些这个畜生道来这个邪佛啊，你叫这个畜生哎你来邪佛啊。你看我们这个西雅图的这个乌鸦、啊、很多的哇，每天这些乌鸦、啊、都是飞来飞去也没的啊啊啊，这个早上的时候啊啊这样子叫的，在空中飞来飞去。你们度众生吧，每天早上跟他讲哎来啊来邪佛啊，他哪里听呢？他不听的。你说这些那个鸳鸯啊啊，我们到萨米米西列克去喂鸭子，喂鸭子你撒这些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就上来了，你跟他讲哎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就给你东西吃，他们不会念嘛，他们根本不懂啊。你讲说来啊来蜜宴同修你们这些鸭子啊我给你吃啊，你们跟着我后面来蜜宴同修很好的啊，可以解脱六道分啊轮回啊。他们根本不知道啊，他有吃的就吃啊，没有吃的他去玩啊，他去游泳去滑水啊。难啊很难啊，叫这个畜生邪佛是很难。当然啊我们在从古至今呢有很多的大法师大师啊啊大和尚啊啊，偶尔啊他在说法当中啊，那个鹅啊他养的放生池里面的鹅啊会走到庙里面来哎趴在那里听法，哎有鹅来听法趴在那里听法，然后以后这个鹅